好，谢谢台长开示。还有那个台长，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念经的时候，比如说是念解结咒，我想问一下，这个解结咒是要我们的，这个经的功，是说念这个经本身有功德帮我们能够化解冤结呢，还是说就像功德宝山神咒一样，是帮助我们用功德把这个冤结给化解掉了？你念的是解结咒对不对？解结咒实际上是什么呢？小的能化，大的化不了，大的化不了，至少说再跟他打招呼，明白吗？然后呢，再念点经文，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万无一失了。啊，就说这经本身就有化解的功能。对对对。就用功，拿着功德去化解冤结了。对对对，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台上不是跟你们说功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吗？对不对？你比方说你过去曾经啊不当心啊你丢了一个西瓜皮，那么给人家呢前世呢给人家划了一跤，对不对？那么这个冤结呢就是小冤结，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呢会被他弄一下，那么弄一下呢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你觉得哎呦他最近要弄我了，那么你呢就赶紧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一念之后呢就等于呢跟菩萨说我过去做错了，这个冤结不大，然后呢对方呢就不弄你了，你明白吗？就化掉了。那么如果这个是大事情，去上一世你比方说已经自残了，那么这辈子呢你肯定要被他弄了很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单单念礼佛大忏悔文呢等于跟他打招呼，跟他的孽障跟菩萨说对不起我做错了，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要赔偿，所以这个赔偿实际上就是小房子，明白吗？还想问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念消灾吉祥神咒的时候，是念这个经本身的功德就可以帮我们消一定的小的灾，而不是说拿着我们的功德去帮我们把灾都化解掉，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还想，实际上你的功德在身上，你如果念这个经灵不灵，已经拿你身上功德了，很简单的。比方说你念了消灾吉祥神咒特别灵，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功德才把这个经文一念下去，马上这个事情就消掉了，还是有赖于你的功德的，明白吗？明白啊！如果你是一个很坏的人，你念功德，你就算念消灾吉祥神咒，你还是化不掉的，因为你这个人是坏人，你没有功德。好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台长，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念大悲咒，台长说会跟灵性打架，就是有跟灵性打架的意思。那我们在念大悲咒，比如说治一种恶病，然后或者用大悲水去擦拭的那个生病的部位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有跟灵性打仗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很简单，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在念大悲咒的同时，如果你不念小房子，不念礼佛大忏悔文，你单单念大悲咒，那就会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好的，听得懂吗？听得懂。那我们在拿大杯水擦拭或者对着生命部位念大悲咒的时候，心里应该想什么呢？你不要想这个，就请观音菩萨帮你治病，跟他们那些灵性没有关系的。这个灵性的问题怎么还？你是通过念小房子还有念礼佛大忏悔文再还他们。你只要在治疗自己身体的部位的同时又在念礼佛再念大悲咒就没有关系，听得懂吗？听得懂了，台长。谢谢台长开示。台长真的是很感恩你们的，你们在这么远的地方，这么好的弘法，我希望你多多的努力，多做点功德，听得懂吗？功德不够对吧，台长？就是说度人还不够。台长，我度人总，我是不是我还在想问您呢？我是不是应该好好自己多念念经，让自己这个破财？你应该自己搞个共修小组。我就想问台长了，我要是找几个刚刚开始念经，或者是还刚刚有点入门又有点不太念经的人在一起，我会不会承受不了呢？不会的。你傻了，你在北美，如果你自己找些人，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比方说一起念经，一起学习啊，这种这个白话佛法啦，好好的提高境界啦，你只要这个意念一动，你只要这么一活动的话，菩萨就到了。你去看好了，很多公修小组只要一活动，马上闻到香味，马上就法眼看得见菩萨了，很多人现在都看得见的，明白了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破船，然后自己小房子也念不过来。你这个破船的话，你要记住，人上来了之后，人家不会跟着你破船一起沉下去的，人他们会帮你修补你这个船的。
听得懂吗？你一个人是修补不了自己的船的，只有大家一起上来之后把你这个船修补才对。实际上你这个功德应该做，但是你这个嘴巴也挺会讲的，但是唯一的就是不要找太坏的人，根本不相信的你千万不要找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前提啊，你很简单，你家里这个破船的话，你在海上开，实际上你本来就要沉下去，也要漏水的，那你索性找些人上来帮你一起补啊，因为你如果一个人在船上，你连个舵都拉不起来，那你来了五六十个人，他把你把舵都撑起来了，把你船都补好了，你不是带着大家一起看的，人家坐在你一个船上，人家不愿意沉下去的，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台长。台长你好厉害啊！我想问，没有问这个问题，台长都知道这个问题。那你知道台长是谁就可以了。好吧。台长，感恩台长。啊，乖一点呐、啊，小姑娘，乖一点。